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白。好，我们今天又要来我们这一个主攻冲冲冲，好不好？抽卡好轻松，第二弹呢、啊，好不好？那据上次200抽完之后，然后提升了不少战力，那也把它练到大概100级，然后曹操跟夏侯渊可以120级。哦，那120级再来就是用统帅符，可以让他更快的达到100级，因为我最低就是100级啦，好吗？那看再继续抽下去，看看可不可以再让他更升到120级啦，好不好？120级，那我们就来试看看啦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这一次呢，那我们这个黄金啊，好不好？金币，金币有14823，那大概可以有60抽啦齁，可以六次十连抽。那茶馆这边也累积到了110哦齁，李白是无氪，你花点时间就可以累积到快要接近300抽。我据上次200抽再加这一次的那个110再加60，大概170。所以你大概玩个一个礼拜啊齁，你就可以累积到300多抽了齁，370抽了，好不好？加元宝啦，因为一开始的活动可以让你累积更快速的累积金币，好不好？那也有送一些那个招募令，那可以让应该大概礼拜无氪玩了一个礼拜多，就累积了快要370抽了。加金币啦，加金币是370抽。那我们这次170抽呢，就要继续给它轻松抽下去啦，好不好？轻松抽下去啦哦。那我们看一下阵营的好像也没有，然后友情卡池好像也不够，那我们就是抽标准池啦，好不好？标准池，好，标准池我们就是110再加金币，好吧？170，好不好？一起来啦。那心愿单这边还是一样，然后我们看一下，好像要曹操、夏侯渊、张辽不用了，典韦、张辽、郭嘉，好不好？因为有到郭嘉了，虞姬好像也不错，因为这个女性哈真的非常吃香了哦。那我们就是啊。诸葛亮，好不好？诸葛亮很想用五虎将，然后，但是我们还是以现有的去魏延，然后关羽就晚一点吧，好不好？赵云、马超，但也不一定都会出了哦。好啦，五虎将好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的吴国呢，就是周瑜、孙权、大乔，那好像也没有别的嘞，大概是这样了。好，开始第一个时间抽，看有没有机会来了。大乔来啦！我家伯符真难而也。我家伯符真难而也。孙策是7。再来，耶！灵童。哎，灵童他就有3个嘞，耶、yeah, ！周瑜哎、欸，赞哦，周瑜啊！哎，凌晨抽好像有感觉哦，耶、yeah, ！小乔，公瑾还配我吗？公瑾，夫君，哎，未歹呢。哎呀，这次没有。
呀、yeah, ，赵云来了，赵云，赵子龙，来去如常。赵云呢、欸？哇哦！好，亲一下好不好？哇塞，赵云呢、欸？真的蛮轻松的哦，主攻冲冲冲，抽卡超轻松，哈哈哈！哎，果然不错呢哦。然后再来60抽，继续啦。哎，周瑜又来了。呀、yeah, ，这个是曹丕。汉帝既失其德，当有贤者代之。面又满了，怎么那么快啊？还有20抽。哎、欸，后面都没有嘞，2700哇，2700哦。先领一下，看这个有什么。哦呦，随机位数又来了，2700哇，这样有多少啦？2700，嗯，6 6 7 42 62 6 66 36。好像50抽欸，这样就变50抽啦、啊。我本来以为是2300，50抽那就乘大概160抽，好不好？160抽。欸，110，对啦，50抽。来吧，小乔出现了。欸，怎么都一直无果的啊？其实哦，时间玩完之后啊，你拿到的那个诶，孙权，诶，怎么都无果的啊？存不忘王，安必虑危，又满了。要有自动遣散的、欸，咦、欸，这谁啊？吕蒙。别三日，即更刮目相待。哦，没了。哇！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送了蛮多的呢哦，魏蜀吴，那我们就用蜀国啦，来哦，耶、yeah, ，新的，哎，孟获，你给我孟获，妈的你怎么给我孟获啦？他、啊、怎么给我孟获呢？
那我们就要来看一下，我们要增加哪几个啦？哦，不行呢。看来可以升更高哦。140耶、yeah, 金色出现啦，哇，金匠耶、欸、金匠耶、欸、赞哦赞哦，首次金匠出现。哇，没搞，不够不够。减一个啊，哎呀。帅哦，140 ，yes， 卓越 ，yes， 哇，好像更新了呢，好吧，那就先到这里啦，感谢各位看观看我的主攻冲冲冲抽卡好轻松 Part Two 的这个第二弹，那我们。再继续，下次影片见哦，好不好？这里是礼白关系频道，我是礼白，那我们下次主攻冲冲冲抽卡好轻松第三弹再继续，各位拜拜。